陳偉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剛才我提到，如果財政司是真正關心即係呢個財政預算案喺佢希望嘅時間通過，同埋咁關心基層市民嘅福祉嘅話咧，即係其實應該同我哋多啲溝通商討，係嘛？見到我面都可以講多兩句。早幾日見到佢喺呢個嘅前廳門口咁啊，行過大搖大擺，係嘛？即係我同佢打個招呼，跟住好急步咁樣咧就走咗入去，係嘛？一句嘢都冇講。咁所以同我哋傾偈或者表示意見，唔使透過網址嘅。啊！喺呢個議事堂有好多，就算保皇黨都好咧，有時見到我哋面咧，都餓兩句，啊咪講兩句。啊！葉劉淑儀好多時都同我哋即係啊，關於呢一個嘅拉布嘅問題咧，都提咗佢好多嘅睇法。咁所以財政司透過網誌表達信息咧，呢個係一個政治化妝師嘅工作，絕對咧並非一個真心真意啊關注呢個市民，更加係唔尊重呢個嘅立法會主席。係嘛？主席關心呢個財政司講嘅嘢都約我哋見面傾，係嘛？財政司反為闊佬懶理，完全冇同我哋溝通。主席睇完個網誌或者其他議員因為呢個問題要處理，都同主席直接反映。主席電話又好，啊約我哋傾又好，多重嘅方法咧都同我哋商討，了解多個了解呢個問題，係嘛？表示佢一啲嘅睇法。但係財政司到今日為止，今年啊～碰面唔講，電話都冇過，所以咧透過呢個機會，主席強烈譴責呢一個嘅即係不負責任嘅胡蘇貞，係嘛？所以即係連串嘅修訂咧，削減佢嘅人工、炒佢油或者終止佢呢一個職位嘅撥款咧，係100%呢個嘅贊同，亦都俾香港市民知道呢一個財政司其實係即係完全失職，亦都喺呢一個嘅道德上咧係唔適宜。是擔當香港的高層官員的職位。主席講了財政司呢，就其實我早前都講完㗎啦，不過即係啱啱有個網誌出現呢，點都要借勢批評啊呢個不負責任嘅胡蘇貞。主席就我跟住要講嘅呢，就係修正案7897呢個阿長毛提嘅，就係減呢個分目000，將總目144削減338萬。這個是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一職，全年薪酬。即其實這個林瑞麟林公公做這個局長的時候呢，當年我是提出這個修訂減去的，因為即我第一次在立法會即用詞不當，被即當時講那個 PK 那句話呢，就是因為他而引致而被趕出這個議事堂。咁點解當年會咁做呢？咁如果大家記得呢，當時我就指責佢寧願探紅貓都唔探喺內地被呢個嘅監禁或者係被拘捕失去聯絡嘅香港人。咁當時佢講咗一句呢，就係話：咦，如果我哋提出呢個要探訪香港喺內地被監禁嘅人呢，就係對內地官員嘅不敬。咁我聽完即刻扯火，血壓上升。就鬧咗佢句 PK 咧，就被趕出議事堂。議員呢個同而家呢個議題，唔係我只係想引申翻呢個內地事務部，即係嗰個嘅不當同埋個工作方針，即係嗰個嘅歷史啫。因為當年咧，因為政制局咧太少嘢做，冇嘢做，就增加咗內地事務呢個工作。咁我記憶冇錯嘅話咧，應該係由呢個林瑞麟當年咧係開拓呢個內地事務嘅。咁我哋要削減呢個局長，其中一個主要嘅成因咧，就係因為呢個內地事務嘅不需要，同埋咧係局長嘅失職或者成個部門嘅失職。咁其實即係正如呢、這個即係職銜顯示咧，呢一個局長即係譚志源所負責呢個局咧，係負責兩方面嘅工作，一個就係政制啦，一個就係內地事務。咁政制大家都清楚啦，係嘛？呢、這個三人福六壽啊，咁其實真正嘅工作就係由呢個嘅政務司負責。喂，咁你真係呢、這個好吞撲喎！你自己嘅工作專責係政制，係嘛？同埋政制嘅嘢唔係成日檢討噶嘛？政制嘅嘢好多年至作一次嘅檢討，即係平常嘅事務咧，我一陣會再解釋呢個嘅政制事務局有咩其他嘅工作。主要其中一個職能啊，
就是在这个的制度检讨的时候，你要率领即是这个政府的有关部门呢，是就翻这个有关改革或者是任何的制度的改变啊，即是提出这个建议，跟住就翻个建议的可行性、公众的要求等等咁呢，作这个简这个广泛独立同埋这个的即是公开的諮詢，咁然之后就翻个諮詢结果呢制成报告，再向有关方面这个的作出汇报，然之后呢就掌握民意民情之后呢作出合理的建议，而希望有关的方面呢是这个通过。咁其实过去就翻政改的諮詢呢，即是香港的有关官员包括前局长又好现时的局长又好呢，都例行作出这方面的諮詢同埋个报告。但大家好清楚，特别上一次的政改諮詢最后令到即是 有所改变同埋有所决定呢，并非香港的官员，是吧，最后都是这个的北京发功呢而导致到即是有关的即是决定呢是得以这个落实同埋这个通过。咁你今年睇返個諮詢呢，第一就即係香港政府個三人小組都未啟動工作呢，即係中央已經派個李飛落嚟指點江山，定咗個框架，呢個係對香港政府一個個侮辱，對啲三個官員嘅一個嘅侮辱。咁但係呢，我哋啲官員呢又好似逆來順受，係咪，即係可能慣咗做殖民地啲官員嗰個經驗呢，即係慣咗逆來順受，完全冇自己嘅尊嚴，冇自己嘅地位，俾人刮兩巴踩兩腳呢都好似即係完全冇事發生咁樣啊，即係亦都呢即係當嗰啲咁嘅即係干預佢嘅工作，或者係呢一個嘅唔相信唔信任佢嘅，即係啲官員都唔係好高級嘅啫，其實跟住落到嚟呢仲要當貴賓呢一個嘅對待。所以其實你睇返呢啲官員即係個經歷呢，其實都好可悲嘅，係咪，喺香港就似乎係一人之下即係萬人之上嘅一個嘅高官好有尊嚴高薪厚禄有私家，有呢個嘅政府嘅車出入，有呢個嘅官邸俾佢住，係咪，去到國際啲會議呢就好似好重要咁。但係一面對呢啲咁嘅即係北大人呢，即係就好似即係呢個蝦巴狗咁，真係好可憐。咁所以你睇返呢一個嘅政制事務局喺整個政改諮詢嗰度被呢一個嘅即係冷待或者係即係不被尊重嘅事件呢，係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嘅，係咪，你關於政改個討論要去呢個同內地溝通，同內地啲官員接觸，又要經過呢一個嘅特首，或者係話你個局長廢啦，梁振英已經都689已經係冇料到㗎啦嘛，係咪，即係啲商界啊、工商界啊、啲公務員、啲高層公務員根本就完全唔尊重、唔接受，即係呢一個689嘅，覺得呢個人真係冇料到嘅。哇！竟然你個政改嘅諮詢咁重要嘅一步，都要靠即係呢一個嘅掹車邊上到位嘅689又話咦，即係要開拓呢一個嘅溝通嘅渠道同埋方法。同埋好似都個局長唔知情情況之下呢，即係呢個特首係完全即係不但俾呢個嘅即係北大人呢個冷對待，連你自己嘅上司要做呢啲嘢嘅時候呢都完全唔使透過你。唔係，如果佢信任你嘅呢個689信任你嘅，都會指派你去做某啲嘅工作都唔係，透過自己喺北京開會嘅時候，兩會期間呢喺直接同呢一個嘅有關嘅高層呢係反映呢個意見。即係直情當你個局長冇到啊，喂，咁你慳返個600-300多萬啦，好心係咪，你既然喺統籌上又冇用，喺聯絡上又冇用，喺實際制定呢個政策方面又係咁廢嘅，咁你應該引咎辭職啦，係咪，唔好為咗即係呢啲咁嘅薪酬呢就完全即係呢個嘅放棄自己嘅尊嚴，係咪，即係呢個嘅卑躬屈膝即係完全呢是沒有一個的做人的基本的態度。所以即是你看回他的工作範圍，你看回他的表現呢，即是理應是要即是隔除這個職位。雖然如果你講這個的即是民望來講呢，這個的譚志源都不是最差，因為有更加多比他惡劣的戰師弟，是吧，即係譚志源那個的支持度呢仍然是正，仍然是正有這個的有正直的，
這個是難能可貴，它的淨值有 11%， 咁所以嚟講呢，在眾多的司局長裡面嚟講呢，它都算是較高的一個，係咪同呢個嘅副席嘅吳克儉啊、陳茂波啊、蘇錦良嗰啲比呢，真係相對地是好的。整體嚟講，政務官出身的司局長呢，那個的民望保持度呢相對地都好的，係咪？最近呢一個嘅菠蘿雞局長啊，呢一個嘅民防局局長呢都插水啦，係咪？咁所以你睇返即係呢個譚志源嘅情況呢，但係好可能隨著呢個政改呢、這個激烈化，同埋特別將來如果真係公布一個即係係有篩選嘅特首嘅選個機制嘅話呢，我相信呢一個嘅譚志源嘅民望呢一定會係插水式下跌。咁所以如果佢要保持返自己少少嘅民望呢，即係早啲走人呢就好啲啦，係咪？好似當年即係當年呢個梁錦松做財政司嘅時候呢，譚志源係負責即係擔任佢個新聞秘書嘅。咁當時都有啲評論，喂，你個老細偷步買車，你冇理由作為咁資深嘅公務員唔提佢㗎，係咪？我聽聞有啲講法就係話有當年梁錦松某啲嘅下屬提咗佢嘅，但係佢唔聽啫，究竟係真係假呢？咁留待呢啲官員第日寫回憶錄嗰陣時呢至透露呢個真相，係咪？唔好食死貓，即係呢要承擔呢個政治責任。咁另外一個嘅職責，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呢個嘅政制事務局另一個職責呢就負責內地。嗱，你睇返嗰個內地嗰個嘅情況呢，嗰、那個工作同埋個發展呢，大家就會感覺到係物非所值。咁我會一拼呢，就返呢個嘅頭先我關於佢個薪酬就係修正案797啦。咁我會一拼就返內地事務部局嘅問題呢，修正案773，主席，修正案773呢，我會一拼呢個討論中兩個關於內地事務嘅問題呢，我會同個修正案773呢一拼討論。嗱，修正案773呢就係、是、議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4削減1,4,1753,000元。咁呢個係相當於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員工嘅個人薪酬嘅全年嘅開支。嗱，你睇返呢一個嘅內地事務方面呢，如果你講人手嘅增加呢，可以話係眾多局之冠嘅。嗱，呢一個局喺07年嘅人手係80個，07年啊，即係都係7、8年前到。2014年嘅人手去到163，差唔多成倍呀個增幅。而薪酬嘅上升呢，嗰、那個撥款呢，2011年呢就係、是、呢個嘅8,400,000-7,000。但去到2014年呢已經上升到1,4175,000元。係咪呢個升幅呢係68%。咁而你睇返呢個局呢，主席，真係嗰啲嘅高層人員之多呢，真係令人感到呢個嘅驚訝嘅。係咪？即係你睇返佢嗰個嘅即係負責嗰啲嘅人數呢，我一間會就返佢嗰啲職級嗰度呢，我會作個介紹，即係點樣話佢啲嗰啲嘅高層即係嗰個嘅偏多，呢、這個係不合理。咁而佢有關嘅工作呢，即係任何呢個局佢喺佢個撥款嗰度呢，佢都分開佢嘅工作有唔同綱領嘅，綱領一、綱領二、綱領三、綱領四。咁而有關呢個局呢，即係綱領一就係局長辦公室嘅工作啦，綱領二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啦，綱領三就係內地及台灣辦事處，綱領四就係個人呢個權利。咁你睇返呢，佢最多嘅人呢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係咪？呢、這個呢就今年係升到85個人，2011年都係76。咁當然台灣嗰個增設新辦事處呢幾年增幅最多啦，2011年係40，14年呢係70，係咪？個人權利呢方面呢，過去多年係冇增加嘅。咁一間我會作出個批評呢，關於呢個局喺個人權利方面嘅失職嗰個問題。嗱，你睇返綱領二呢，主席，我一間會逐個綱領我再作分析啦，咁比較長毛即係發揮下佢嗰個嘅即係批評同埋意見。